好，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交换礼物的地狱版。那桌上呢，这些交换礼物呢的包装呢，看起来有点特别一点。那每一个交换礼物呢，上面都有附一张小卡片。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礼物是什么呢？你们有想要先猜哪一个吗？米奇，米奇吗？哦，太好了，我们走。那我们先看米奇。那我们未猜先猜，我们可以先猜猜看，它里面可能是什么？锅盖，枕头，枕头吗？还有吗？我们直接猜猜看，揭晓了。哇！断掉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，各位观众，它是广角镜。送礼的人，他对他的描述哦，上班族必备，230度超广视野，可清楚看见不同视角。广角镜能提早知道谁接近你，百元抗压回弹防爆的广角镜，真心推荐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地央地狱礼物广角镜。接下来你们想要看哪一个？那个？这个吗？对。好，我们先未猜先猜，先猜猜看这个是什么？空心砖。空心砖。一双鞋子。鞋子吗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里面是挡轮器。他卡片写：挡不住你的魅力，但是挡得住危机。你以为只能用在出门在外防止车子滑动吗？它可以当三角形积木，三角形，还可以当做是门挡，还可以当拉筋工具。这个是第二样的交换礼物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开箱第三样的地狱交换礼物。你们想先看哪一个呢？当黄金片那个。这个你们觉得像什么？奶粉？骨灰罐。骨灰罐吗？真心推荐。还有吗？收纳桶。我们先猜一下这个网络线啊，错综复杂，就跟有些人的感觉一样，错综复杂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看来他们是一组的。你们看一下里面是可回收物、其他垃圾、有害垃圾、餐厨垃圾。看一下卡片写什么啊？如果你是和一群损友玩交换礼物，那绝对不能错过这个实用垃圾桶，加上分类贴纸套组。假如贴纸用不到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贴朋友身上帮他们分类。有点凶哦。有害垃圾就是喜欢欺骗别人感情的朋友，有点凶哦。那可回收物，被甩千百次还是想复合的朋友，有点凶哦。餐厨垃圾，聚餐不付钱，白吃白喝的朋友，有点凶哦。其他垃圾就是没有存在感，不知道怎么分类的朋友，有点凶哦。我们可以把这个垃圾桶，然后上面贴这个，不会在那边乱丢啊。地狱礼物推荐给你们，有点凶哦。下一样的地狱交换礼物，我们想先看哪一个呢？这个吗？好，那我要打开喽。未猜先猜，现在猜猜看，它里面是什么？一包 A 四纸。一包 A 四纸哦，有点太轻了。大包裹。大包裹，我也知道是包裹啊，里面装什么？我们来猜猜看。这么一双，这是鞋子哎，钉鞋哎。圣诞绿的钉鞋，让你走在时代的尖端。我是不知道有没有走在时代的尖端，不过它下面是蛮尖的。将是圣诞派对中最闪耀的主角，一步一脚印，散发绿光，散发圣诞绿的光芒。这个。
交换礼物哦，非常特别，不过也是推荐给你们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开箱最后压轴的地狱版圣诞交换礼物，就是这一只，看起来有点庞大哦。来，未猜先猜，各位先猜猜看，这个是什么？圣火。圣火，还有吗？球棒。球棒，我们来猜猜看这是什么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是一只巧心地滑的三角锥哦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卡片里面写什么：圣诞派对不能少的高调圣诞帽，这份礼物使你的朋友成为整场的焦点。好，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圣诞交换礼物。那如果有喜欢的，一样推荐给你们。OK，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年的圣诞节交换礼物的地狱版，已经想好要送什么了吗？赶快买起来送你的朋友吧！那这边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， 圣诞节快乐！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